为了协助市民在家防疫减少接触，新北市永和永安公有市场呢与外送平台来合作，提供市场新鲜食材送到府的服务，减少逛市场的时间，在家也就能吃到新鲜食材。因应防疫减少群聚，新北市辅导公有市场推出减少接触的购买措施。永和永安公有市场就与外送平台合作，透过外送平台 APP 下单，新鲜食材就能送到府，减少到市场接触的机会。有疫情那个时候，那个真的大家都很害怕，所以现在就为了外送平台来跟我们配合的话，就做了。好像还不错啦，对我们生意来讲也蛮有帮助的，这样是比较好，因为它比较少出来的话就比较不会有情绪的感觉。外送平台两人一组，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1点在市场驻点接单，后由一人到各摊位拿取下单食材，肉类、水果、蔬菜等生鲜食材就能马上送到客户手中。叶菜类食材讲求新鲜，有摊商因外送而业绩翻倍。叶菜类的话，你如果说当天买的话，那当然鲜度是会比较好。那因为有些上班族他可能比较不方便出来买，那他如果说他今天晚上有要煮，他早上帮我们订了，然后送到他店公道送到他们的公司去，那他下午回去的时候，他东西都还是很新鲜的。永安市场外送服务专人挑选货品，减少逛市场接触的机会，除了防疫，也是争取时间的另一种选择。